我们宣传啊，你干嘛、啊？想抓飞哥了吗？还是哎，他现在贯彻他的家了，就逮飞飞。哎，叫你要抓飞哥，大哥抓到了吗？大叔在附近，司机大叔可要出事儿。我操，再往前追一步死了。还好还有理智，最后理智，打出一个闪，打出一个闪现。消耗，打一波消耗，宙斯这边是玩脸，哎，就玩脸，菲菲，现在来了，哎，菲菲好死了，主要脸都已收回，就抓了，哇，抓老贼了，你抓老一波，我两波，你稳不了三波，左手拿头等着吧，还是逮到了，菲菲走到了这个位置，我操，菲菲，他中路打钱不打，他要去做视野，卡纳位是那种终极专一的，下路再来吗？下路还有吗？左手在赶，菲菲没 TP， 得走了，下路，菲菲有泰坦大招，我操。这波大叔必须奶奶，大叔中路的线吃不了的，打龙也行，最稳的。哎，啊，这是个阿闪，这大刀很屌啊！阿闪这个位置，三六九这一下放大了，抓到了，欧娜这个抓是最极限的抓，屌，顶级操作呀、啊、这波，这也太屌了吧！小坏，这个大招的位置太完美了，大招的位置，算到底要推来的位置啊！三六九抽到了，但是冲力大，等着，哎，为什么不抽呢？Faker 这波不够啊！抽大招来了，输了给他大，小吕波杀！这边秒，这边短的，坐上，抓着吸了一口，小吕波，而且有金山启动，哎，各位，宙斯有点猛，宙斯现在有点猛，宙斯还有第三段大吗？宙斯，勾到了，强强，弹下来，这边对了，不对，好，不对，不对，出来，好的，启动了，到现在吗？原来，输了，妈耶！我操，三六九绕后了吗？三六九，好像三六九绕后了一下 ，Faker 勾他不开大。然后反正给我送了个大招，把小吕布害死。菲菲、葛温就没接。大叔放大了，大了，正面太大。洛，不是被秒了洛？哎，洛好死了，洛原地。你现在干嘛？米歇，我米歇干嘛？出事了呀！猪头不死，好炸，还有脚。哦，那你胖。这次血量不甚高，又勾到了。一个勾，三十五，所谓三角勾的。菲哥冲启动吗？菲哥 ，W 冲吗？菲哥，菲哥说了，菲哥早点不闪。哎呦，没后续了。没事，经过四五个头。欧娜没闪的，欧娜也死了。欧娜死在里面，只能等死啊！背回去怎么样了？没人不用管你啊！杀了呀！菲菲还在靠菲菲。小风龙两个头也不亏，五个头的希克斯就无敌了。米奇不送，这波已经赢了。这波要不偷菲克大吧，稳一点必偷。偷了，来了，泰坦大招还要打吗 ？SKD 找死啊！七五拦下，如果开波这个位置，猪妹是不是考虑开一下？开的是猪头，猪妹飞到这里，姑妈又谁？姑妈又谁？刀子不好，红绿刀。哎，乱被秒了吗？米奇，哎呀，没事，哎呦，没事。坏了，猪了被秒秒了，猪了被几个肉给逮到了，有快秒秒，这波团不会是个绿帽子吧？解封掉了，猪死！啊，闹你妈闹麻了！啊，Faker勾到那个猪头当跳板，金克斯正好走过去啊，了金克斯上去狂弄，你懂吗？配合宙斯狂弄，保不住的那种弄，狂弄。迷信这波打得很臭，说实话，迷信这个屌，迷信在干嘛？他前面绝对能保住的，那个位置其实能去。迷信他在下面被打了，被二手游罪名定了，他把队打废了，啥都没干。不是，他还把二手游是带过去了，对，带路。他在下面死了，他妈就算的，他带路过去，二手游是一个喷火，全死光。左手隐身了，小手他妈也苦呀，小手我操，辅助手，左手隐身了啊！哎，啊，死了呀，好像。伤害够不够啊？伤害手手落地，但是哎，不能下去！啊，小手倒了个人，正面还要打团吗？大叔这边捆到了猪了，大叔这边跟着乌龙恩一玩，宙斯切过去了，哎，大叔被逮飞了，大叔，大叔这边启动，启动，给露露启动，露露，下棋输了，怎么说？但是后面没战斗力了，可以，我露露伤害，对，还可以，还可以打成这样，还在直播一万一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迷信，哎呦，那边有针眼啊！这样输了有可能被秒啊！迷信，你在那边有针眼，来了，迷信，迷信游龙，能力姑妈，迷信，姑妈又是往后面冲了，哎呀，龙秒的，大叔能把大叔秒了吗？没送启动，哎呦，他给大叔背一下，我操，大叔还要杀，还要杀，还要杀，但是锁了锁了，小吕布伤害，宙斯伤害有点高，宙斯这边伤害有点高，还有金身，还要有金身，拉一下，没必要绕呀。不要勾八绕了，结局还行，结局还行。我觉得一个人头换一条龙亏啊！但龙是没抢到，那龙是没抢到，龙是没抢到。有一个勾了，勾谁啊？宙斯，宙斯上去捡，宙斯在犯罪，你们真敢撞人的！飞哥，飞哥，宙斯也我死在里面！苏文，真我操！我靠，少人这样勾的，飞哥，飞，勾了敢哥，结束了呀！飞起来，飞哥是不是入魔了？这下四打五啊！四打五人 go go go
四打五个猪头，我操！而且宙斯直接上当，宙斯。不是，宙斯和少女不真的累死了，要累死了。而且泰坦越往后打越废啊！塞拉斯越来越强，塞拉斯后期是无敌的。塞拉斯那个泰坦大招太猛了。哎，格温绕了，哎，这波得小心。哎，这波有个针眼，在针眼这个位置。这波京东得小心点了，我感觉不对劲了，这波大幅开大了，格温水拳了，哎，格温这个位置很屌啊，格温第一谁不敢抽，菲菲上了，又是菲菲，干嘛？菲菲打不到金克斯，要抽金克斯，抽金克斯，宙斯能灭了，好像启动了，金克斯无敌了，没人管了，宙斯这个位置，宙斯也杀了，赢了，下了，带走了，菲菲，再搞，我操，他等着真的打，这格温他已经一波了，一波了，收起京东，绕的很好，但是你前面送多了呀。这样秒此地不在做梦啊，姑妈要水红了，姑妈要水彻底红了，姑妈要水锁住不，不是你格温有疾跑，此地也有疾跑呀，你切不到呀，彻底红了，狂风继续冲了，姑妈要水破防了，没意思，我操，拿下 SKT， 破防了，红了，复仇成功，红了，三把泰坦，太经典了，三把泰坦，那是队友人带他赢是最鸡巴色的，队友人赢他要勾，嗨，就是嗨，迷信早点保早赢了呀，就这样保就行了呀。